管谁人知，人生路苦茫了解，千里难相，命难定，坎坷人生路犹原爱行。微臣胡惟庸叩见皇上。隐身，谢皇上。胡惟庸，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相部入命，微臣已将李善长父子押入大牢。嗯，很好，很好。谢皇上夸奖。嗯。微臣刘伯温叩见皇上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。隐身，谢皇上。嗯。请问皇上。微臣听说李善长父子已经被捕了。是啊，皇上，这其中一定有误会，李善长父子一定是受人陷害，请皇上明鉴。罪证确凿，还说什么受人陷害？哎，你别忘了，他连你都要抓。哎，你本来是钦差大臣，差点就变成钦犯，你知道吗？皇上，太师会捉拿微臣是因为他在国师府里搜到微臣为皇上祈福的龙袍，还有一封伪造的信件，上头说微臣勾结地狱门，就因为如此，太师才会下令窃捕微臣。他这么做并没有错，那都是他的借口。李善长想利用龙袍以及地狱门写给你的信来诬陷你，国师，你可能还不知道，李琦甚至想要行刺皇上。皇上，李琦行刺皇上？对啊，幸亏朕身手好，躲得快。否则现在跟你讲话的就不是朕，而是这个了。启禀皇上，李琦对皇上忠心耿耿，绝不会做出行刺皇上之事。在苏州的时候，如果李琦有心谋反，他早就下手。为什么他没有这么做呢？那是因为他有所顾忌。他顾忌的人就是国师你，所以他专挑国师不在的时候下手。皇上，李善长父子功在朝廷。要是皇上没有明察此事就误判其罪，将会使大明朝失去朝中栋梁，也会让皇上蒙上昏君之名。请皇上容许微臣调查此事。皇上，谋反一事非同小可，微臣认为李善长绝不可能独自犯案，一定还有其他共犯。此事拖得越久，对朝廷的伤害越大，所以微臣建议要速审速决才是上策。启禀皇上，如果不查明此事就杀害功臣，将使得朝廷内外人心不安，朝中文武百官不敢再忠心为国。皇上，这对我大明是个伤害，请皇上三思。皇上，哎呀，好了，没事，你们两个凑在一块儿就开始斗嘴，吵得朕头好痛。刘伯温，你说说看，这件案子你需要多久时间查明？十五天，十五天也足以让参与反叛之人有充分的时间调度。大国师，你一再拖延，实在是让人怀疑你是不是另有用意。吴大人，这件事从苏州到应天府有许多人牵连在内，我需要时间一一调查。可是好了好了，李伯温，
朕给你10天的时间，你要是没办法证明李善长父子的清白，朕就依照原来的判决以昭公信。微臣遵旨。还有，这火狐意图谋反，罪大恶极，即刻将他逮捕归案。微臣遵旨。这么漂亮要给谁看呢？说到那个四没良心的，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，这么久都没来看我。你现在是说谁四没良心啊？我又不是说你，我是说某人。哎，我这不是来了吗？你来是为了我吗？你会来还不是因为大鱼已经上钩了。这个世界上最了解我的人也只有你了。南到北，从东到西，这版图里大部分的区域都已经被我掌控了，连皇帝都没去过的塞北也有我的势力。你说是我比较有能力，还是那个朱元璋的势力比较大呢？这还用说吗？当然是你啊。那么恭喜你了，你的愿望就快达成了。还没有，要等朱元璋完全受我控制之后，漕运沿路全部都归我所有，到时候你不是只有恭喜我，而是要好好的庆贺我一下。难道你不想取代他？我才不要。你想想看，当皇帝每天都要担心有人要取而代之，时时刻刻都要提防有人想取他的性命，我只要能够完全控制朱元璋，我说一他不敢说二，又不用担心有人造反，你想想，是我这个天下首富比较逍遥，还是他这个皇上比较自在？当然是你啊，柳大官人。虽然你柳大官人雄心万丈，但是我洪夫人也不是省油的灯。你看看，大家都说刘伯温神机妙算，但不管他再怎么厉害，也还是逃不出我的手掌心。那是因为你洪夫人也是一位奇女子。你看看这百官册里面的百官，个个都说自己是忠臣，连魏伟、张杰也不例外，结果呢？是啊，所谓的忠臣勇将也不过是如此而已，到后来还不是犯了弑君大罪。不过这些人都不算什么，最重要的还是刘伯温。难道我做事你还不放心吗？我一定会想办法把刘伯温逼得走投无路，让他变成一个奸臣，好让你跟我所利用。你这么有把握吗？金钱跟权力有谁不喜欢？除非他是一个超凡的圣人，就算他是圣人，我也会想办法把他变成一个凡夫俗子，替你做事。真不愧是我最宠幸的洪夫人，这满朝文武早就在你的掌握之中了。我想哪天你命令他们到红袖楼上朝，也没人敢反对吧？现在你是想把我这红袖楼变成金銮殿呢？难道不是吗？你那翻云覆雨的手段还会不及我吗？我之所以会这么拼命做这些事，全都是为了你。如果没有你柳青云，怎么会有我洪夫人？你还是忘不了那些事吧。你叫我
怎么忘记？我爹被奸人陷害，死在狱中。我娘因为伤心过度，跟着我爹走了，剩下我一个孤孤单单的在应天府流浪。都已经过去了。除非有一天，我查出是谁害死我爹，否则我绝对没办法安心。其实，你早就已经报仇了。那，你想想看，这些朝臣都可能跟这件事情有关系，而这些小人也早就被你所掌握。你要他往东，他不敢往西；你要他们死，他们也活不了。像他们这样苟延残喘的过日子，不是比杀了他们还让人快乐吗？你们干什么这么吃惊啊？你们现在看到的只是母后的寝宫，以及母后的后宫，还有母后的花园。所以你们要是想要逛遍这整个皇宫，保证你们绝对搞不清楚。要是没有人带路的话呢，千万不可以乱走。启禀皇后，皇上已经将李善长父子押入大牢。什么？这个赖丽头他是吃错药，没经过三思会审就将他们父子押入大牢。母后，这该怎么办呢？没你的事，下去吧。是。好哇，这个赖丽头他分明是想把我气死。他已经答应我回宫之后就会查清楚李善长父子的事情，结果我一不在他身边，他就自作主张把他们抓进大牢。母后，你也相信我大哥不会做这种事，对不对？他一定是被火狐控制住了，请你一定要替他做主。我知道，我也一直站在他们这边呢。可是你父皇的个性你不清楚，他已经决定的事情，要是我突然跟他吵，他会觉得没面子，反而会恼羞成怒，这个时候谁说的话他都不会听的。母后，难道你要眼睁睁看李琦被斩首吗？而且你不是答应过我要替我们赐婚？这些我都记得，可是在这个时候你也要让我想个办法。母后啊，我求求你，你去向父皇求情好吗？再拖下去的话，我大哥真的会没命。母后，玉凤求你了。哎呦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你们两个别跪了，我也怕他杀了大忠臣呢。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现在，我们三个人马上去找你父皇，我就不相信他不给我们一个交代。走。哦，参见皇上。哎，大脚婆，你们三个人要去哪里啊？要去找人算账。找人算账？找谁啊？看看是谁惹我生气啊？好啊，你们两个谁这么大胆敢惹你们母后生气啊？好啊，你们两个是谁这么大胆敢惹你们母后生气啊？这个世界上除了你还有谁能够惹我生气啊？我又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你不是答应过我回京之后会好好的调查李善长父子的事情，你现在把他们关进大牢？你说话不算话哦，你是个皇帝耶，你没听过君无戏言吗？我知道啊。知道你还故意这么做？哎，好嘛，我看你是越来越肥了。为什么我会越来越肥啊？不懂了吧？你看平常叫你读书不读书吧，你没听人家说过食言而肥吗？这句话是这样解释的吗？我说是就是啊。你说是就是。对不起。雷子啊，现在是你是皇帝还是我是皇帝啊？为什么我要跟你道歉啊？只要你做错事情，就算你是皇帝也要跟我道歉啊。我哪里做错了？
你是脑袋有病啊！你要我说几遍啊！你把李善长父子打入大牢就是做错事，我告诉你，就算你要办他们父子，也要等我们先生回来。哎，大脚婆，你想想看啊，万一李善长他们父子掌握兵权，共同谋反，那该怎么办？我暂时把他们关起来，是为了以防万一。我这么做也是为了大明江山呢，不得已的呀。而且刘伯温也回来了。哎，先生回来了。对呀。 我已经见过他了，也给了他十天时间替他们父子平反。啊，才十天啊！白灵安，李琦弑君是事实，给他十天的时间已经很宽厚了。再说，为了证明李琦是被火狐所控制，朕已经下旨要画工画下火狐的模样，全面欺负他。那如果十天之后，博士还是没办法查明真相，替我大哥翻案呢？ 朕就会将他们斩首。哈！烂泥头！哎，还有，除了刘伯温之外，朕也已经下旨，谁也不准探望他们父子，包括你们两个，知道吗？父皇，李琦是我大哥，我怎么能不管他？父皇，李琦有生命危险，我要是对他不闻不问，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啊！朕知道你们心里在想什么。 不过，你们两个贵为公主，最好不要跟那个叛国贼有什么牵扯。哎，我大哥才不是叛国贼！林安，你是听不懂我的话是吧？嗯，兰丽塔，我跟你说，你呀，你现在又怎么了？刚才凶得要命，现在又变成这样。 你不是说你了解他们的心意吗？嗯，李琦呀是小泥鳅的大哥，他关心他是应该的嘛。嗯，那你女儿又喜欢李琦，哎，你们有年轻过吗？怎么连见一面的机会都不给呢？别那么残忍嘛，好不好？嗯，好了，玉凤、林安，朕呢，就准你们见李琦一次，就一次而已哦。 啊，只有一次，当然不止一次了。你们不了解大国师，以前呢，你们父皇多故意刁难人呐、啊，有时候才三天就命大国师破案，现在给了十天，多简单呐、啊！放心，快谢恩吧。嗯，谢父皇。嗯，行，快去，快回来啊！是。嗯。哎，大脚婆。 嗯，你有像玉凤这样对李琦那样对我这么痴情吗？啊！嗯，这怎么打哈欠呢，大脚婆？喂，快将牢门打开。 小泥鳅，你怎么会来这里？是母后替我们求情，我们才能来看你。大哥，真对不起，都怪小泥鳅没用，没办法救你们出去。这不能怪你。不过，大哥看到你能平安的回京，我就放心了。对了，现在你已经是公主了，在宫里千万不要乱来，不要乱说话。大哥，都什么时候了？ 你还说这些无关紧要的话，如果不能救你，我当这个公主有什么意思？不要乱说话，这话让皇上听到可不好啊！我跟你说，在宫内说话千万要小心，知道吗？我知道了。李琦。 你没有看到我吗，琪儿？这两位是？爹，这两位是皇上的女儿，这位是皇上失散16年的玉凤公主，这位是皇上的义女林安公主。哦，皇上已经找到失散多年的玉凤公主了。哎呀，老天保佑！罪臣李善长见过玉凤公主。李太师不用多礼。
罪臣见过临安公主。太师啊，你是大哥的爹，就像是我爹一样，你怎么可以向我下跪啊？多谢公主厚爱，君臣有别，罪臣不能无礼。太师请请。谢公主。大哥，你们这件案子是由国师负责审理的，皇上也答应给国师10天的时间，我相信国师一定会想办法把这件事查清楚。国师虽然有能力，也未必能回天呢。我在官场这么多年，起起伏伏我看多了，未来就交给老天吧。爹，你不要这么想，我们应该对国师有信心才对。我不是对国师没信心，我是怕时间不够，到时候就算国师他有心要帮忙，也没办法呀。太师，你千万不能够这么想，越是这种时候啊，你就越不能够放弃，你知道吗？我小泥鳅小的时候就是一个人在外头讨生活，有的时候连吃的东西都没有，我还不是一样撑过来了。你知道支持我的力量是什么吗？是什么？是永远都不放弃。就算天下间的人都离开我，我也不会放弃我自己，因为我相信老天爷是有眼睛的，绝对不会冤枉好人。小泥鳅，大哥知道以前你在外头过得很苦，你放心，我有机会出去的话绝对不会离开你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想办法救你出去的。多谢公主关心，不过我为什么会被关在这里，相信公主比谁都还要清楚。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会犯下弑君大罪，是受到念力的影响。火狐已经疯了，不可能使用念力。可是会念力的人并非火狐一个人。你，我甚至怀疑火狐来送药根本就是个幌子。你现在是在怀疑我？无论你怎么怀疑我，我还是不会放弃救你。大哥，你为什么对玉凤公主说话都这么冷淡啊？跟你说过，他喜欢谁是他的事，可是我对你的心意永远不会改变。那么你自己要保重哦，我会找机会再来看你。你自己也要小心。太师，我先走了。公主请。李琦，他们俩都贵为公主，为什么会来天牢看你？也该回来了。去哪里了？往来，整个房间这么大，你一定要跟在我后面吗？我看你这样子走来走去的，我的头也这样晃过来晃过去的，晃得都快昏了啊！我不跟着你走，我再这样晃来晃去的，我早就昏倒了。我现在没有心情跟你开玩笑了。哎，什么没有心情啊，放轻松一点了，皇上已经回京了，先生的通气令已经撤销了，先生早晚会回来的。我看是你在担心吧，担心你师兄找不到回家的路。你什么都不知道，可
可不可以少说两句啊？我什么都不知道啊！你本来就不知道，我很清楚的。你，先生回来了，回来了吧？师兄，阿秀，师兄，你总算回来了。你知道吗？自从你离开之后，发生了好多事。皇上说他一回京后就要治李太师的罪，还有那个李将军不知道怎么了，居然拿刀刺杀皇上，你都没有看到，皇上多生气啊！所以啊，这个李将军中邪了啦。事情才没这么简单呢。还有，阿秀，你说的事我都知道了。你都知道了？而且我已经见过皇上，皇上给了我时间，要替李善长父子平反。先生，这么说来，皇上还算英明了。阿秀，这样你可以放心了吧？师兄。其实最重要的是，我发现了一个大秘密。什么秘密？那天我跟小泥鳅一起洗澡的时候，结果我发现，在他的背上有个跟玉凤公主一模一样的朱砂凤凰胎记。阿秀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是啊，是我亲眼所见。小泥鳅也有胎记呀，那她也是玉凤公主了。这怎么可能呢？阿秀，是不是你看花了？说不定小泥鳅的胎记只是一般的胎记而已。不可能，这么明显的胎记，我怎么可能看错呢？师兄，而且我们在柳家庄的时候，有个黑衣人竟然想杀小泥鳅，幸好小泥鳅聪明，让他逃过一劫。不过我在想，一定是那个火狐也发现了小泥鳅的真正身份，想杀他灭口。这个就更不可能了，火狐他已经发疯了。我想啊，他应该是发疯了，随便找一个人出口气而已吧。这件事并不单纯，这很有可能是火狐跟火牡丹为了要掩人耳目所演的戏。什么？阿秀，小泥鳅知道他自己的背上有个朱砂胎记吗？我有试探过他，不过他说他从小到大都没有照过镜子，所以他根本不知道自己背后有什么东西。因为这件事情牵连很大，所以我不敢跟他说朱砂胎记的事。照这样看来，小泥鳅应该是真正的玉凤公主，火牡丹只是火狐安排在皇上身边的假公主。放牧的爱有地奔跑，但你的心又在笑吗？阿秀，小泥鳅知道他自己的背上有个朱砂胎记吗？我有试探过他，不过他说他从小到大都没有照过镜子，所以他根本不知道自己背后有什么东西。因为这件事牵连太大，所以我不敢跟他说朱砂胎记的事。照这样看来，小泥鳅应该是真正的玉凤公主，火牡丹只是火狐安排在皇上身边的假公主。先生，这么说的话，事情不就惨了吗？哎呦，你不要一天到晚老说惨了。你想想看嘛，火牡丹的武功这么好，而小泥鳅什么都不会。火牡丹如果知道小泥鳅是真正的公主，她是假公主，那她想要杀小泥鳅的话是很简单的。哼，这只小泥鳅啊，变小蚂蚁了，随便一捏就死了。雷欧，他们两个现在都在宫里，这样小泥鳅不就很危险？师兄，我们现在马上进宫，确认小泥鳅真正的身份。确认他的身份？对呀，不然小泥鳅很危险呢，快点啦。哎，先生，阿秀，那我呢？你拉我干嘛？看家啊。住在这里真的很不自由哎，我这样和坐牢有什么不同啊？连要出个宫都有人管，这样我怎么去找国师救大哥啊？要是阿牛和大眼睛在这里就好了，至少还有人可以陪我说说话。这两个不讲义气的人，一听到要侍奉公主，要当太监跟宫女，就不敢来了，真是不够意思。
禀公主，国师求见。国师，快叫他进来。是。国师请。小泥鳅。公主。阿秀姐，你总算来了，我都快急死了，我连想要找你都要自己想办法。我这不是来看你了，而且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哦。是不是啊，师兄？国师，你是不是想到什么办法可以救我大哥啊？我当然是啊。什么办法啊？你们可以下去了，帮我到门口看守着。是。阿秀姐，来，坐，快点，你快告诉我是什么办法。你也知道，这李将军最近的处境很危险，所以目前最需要一个贵人来帮忙，而这个贵人呢，就是你。我？怎么可能啊？贵人应该是玉凤公主才对啊。哎呀，这你就不知道了。你想想看，你从一个四处流浪的孤儿变成一个皇上跟娘娘都十分疼爱的公主，这就表示你命中带有贵气。这本来你是可以变成李将军的贵人，只是怎么样啊？只是你最近的运势真的很不好，你自身都难保了，要怎么帮李将军呢？那该怎么办啊？所以我说你命中带有贵气啊。你看，我师兄啊，今天刚好来这里，只要我师兄在你的肩上做法，你不但运势会变好，而且还可以增强你的贵气。只是你得露出你的肩膀给我们看。啊，没问题啊，来。公主，万万不可。为什么？因为君臣之礼，微臣不敢冒犯。再说了，男女有别。所以。哎呦，国师啊，都已经什么时候了，你还跟我说这些大道理，我听不懂啦。我跟你说，以前我在外面流浪的时候，穿的都是破衣破裤，露肩膀啊，这是常有的事。你不要想太多了，我们现在救人要紧。对呀，师兄，现在事情紧急，你想那么多干什么？快帮小泥鳅做法啊！小泥鳅，来啊，快点！你什么时候口才变得这么好？我跟在你身边，也偷学了两三招啊，而且这关系着小泥鳅的命，甚至是大明朝的未来。阿秀姐，我准备好了。小泥鳅，来，快坐下。师兄，快点做法啊！师兄，快点啦！小泥鳅，师兄，小泥鳅准备好了。哎，刘伯温，你看，我们大脚婆啊，替我生了一个这么可爱的女孩子。哎，你看，她背上这个红红的是什么？这是凤凰的诛杀胎记。啊，哎，这是好还是坏啊？元帅，这代表吉兆。好，凤凰代表吉祥，这意思是说元帅鸿福齐天，公主一定可以为元帅带来好运。哦，这样啊。小泥鳅。真的是玉凤公主。国师，你不是要做法吗？我们已经开始做法了。师兄。坐好啊。好了。这么快啊？是啊。阿秀，你在这儿陪公主。我有事要向皇上禀告。哦，小泥鳅，
这样你就可以帮李将军的忙了。嗯，这样我就有心情吃东西了。有国师，请公公禀告皇上，刘伯温求见。这皇上正在午睡，小的不敢打扰。公公，我有很重要的事要禀告，一定要见皇上。小的真的不敢打扰，不然请国师把事情告诉我，等皇上醒过来，我立刻禀报。公公，我说过了，我有重要的事一定要见皇上。不过，李伯温，什么事情吵吵闹闹的？微臣该死，惊扰圣驾，微臣有重要的事要向皇上禀告。什么事？说。皇上，这件事微臣要和皇上单独密谈。阿秀姐，你有没有皇上所赐的通行令牌啊？有啊。你想做什么啊？没有啦，自从回宫之后，我每天都被关在这里，很无聊哎。我想要出去看看阿牛跟大眼睛过得好不好。你放心，皇上赐给他们田地，他们一定过得很好。就是这样我才担心嘛。你不知道他们两个从小到大都跟着我在外面流浪过生活，根本就没有种过田嘛。现在父皇赐给他们田地，我真的不晓得他们该怎么生活。所以你想借我的令牌出去是吗？不行，你忘了上次那个黑衣人差点就杀死你，我们这次出去万一出了事怎么办？哎呦，不会啦，阿秀姐，拜托你，你陪我出去一趟就好了，好不好？拜托了，我是为你好哎，不行了。哎呦，不会了，我跟你保证，我出去绝对不会乱来，也不会给你惹麻烦，就一次好不好？啊，秀姐，拜托了。真的让你出去这么一次，你就会比较高兴。不过你要答应我一件事哦，你见过了大眼睛跟阿牛，就要马上回宫哦。是，遵命。快点，我们走。什么？小泥鳅才是真正的公主。小姑娘，你怎么可以随便动手打人呢？啊！我要带你们去向我的母后道歉。你在外面混过，我也在外面混过，怪不得我觉得我跟你很对盘呢。对盘？对啊，难道我说错了？哦，难怪。朕第一次看到活牡丹的时候，就没那种亲情的感觉，但是小泥鳅就不一样了。我们第一次见面啊，就谈得很高兴，而且。还有很深很深的那种感觉。皇上，这就是父女连心。哎，不对，既然小泥鳅才是我女儿，为什么活牡丹的背上也有一个凤凰胎记啊？皇上，这就是微臣担心的地方啊。自从胡大人献上玉凤凰，点名玉凤公主尚在人间，微臣就开始找寻公主，其中遇到很多危险。后来地狱门的火狐活牡丹出现之后，我吴就一直想尽办法要皇上的命，这环环相扣的阴谋都已经说明了，这是火狐的计划。他想做朕这个龙椅，为什么还搞个假公主出来呢？皇上，这是里应外合，请皇上想想看，亲人是最难防备的。火狐利用魏伟跟张杰的事，让皇上对太师起了疑心，同时他又利用了魏伟跟张杰伪造假的信件，诬赖微臣勾结地狱门，意图叛变，所以太师才会派人查封国师府，让皇上对他更不信任。就算李善长是被陷害，那李琦的事情又怎么说？皇上，我胡善长使用念力，照微臣的推测，李琦必定是受念力所控制才会行刺皇上。他为什么安排这些计划？就是要让皇上杀害功臣和忠良，让皇上蒙上昏君的罪名。当朝中文武百官对皇上失去信任的时候，自然就没有人会再尽心尽力地辅佐皇上。听你这么说是很有道理。刘伯温，你想想看
后面要怎么做？皇上，微臣认为，在还没有确实的证据之前，绝不能将李善长父子定罪。还有，真假公主的事情也要尽快查明。朕一想到李琦拿剑来砍我，我就很生气。他一定是对我不忠，才会受到聂力的控制。皇上，正好相反，正因为李将军对皇上忠心耿耿，才会没有刺中皇上要害。否则，以李琦的武功，加上在皇上没有防备的情形之下，皇上受的伤绝不可能只有如此而已。哎，刘伯温，你把这个念力说得这么厉害，这么神。皇上，微臣可以试个念力给皇上看看，请皇上出题。嗯，哎，好啊，那不然你就用念力叫一个公公进来磨墨。臣遵旨。嗯。要不然你就用念力叫一个公公进来磨墨。臣遵旨。嗯。刘伯温，好了好了。请皇上恕罪。好了好了，没你的事，你先出去。是，谢皇上。嗯。哎，刘伯温，这么看起来很恐怖啊。是，如果有人用念力控制朕的话，那不就惨了。可是君无戏言，在还没抓到火狐证明李善长父子的清白之前，如果放了他们，哎，朕的军威何在啊？皇上，微臣也认为现在不适合放了李善长父子，以免打草惊蛇。微臣认为现在最重要的事，就是要揭穿火牡丹假公主的真面目，拆穿火狐真正的阴谋。哎呀，你也知道皇后很宠爱火牡丹，要是在这个时候揭穿他的真面目，我要好好想想该怎么做，才能让皇后接受这个事实。皇上，这件事一定要出其不意，否则微臣担心临安公主会有危险。朕了解，我要好好想想。微臣告退。皇上，哎，刘伯温，你怎么又回来了？皇上，微臣刚才一走出御书房，就发现一个黑衣人。怎么，回到了皇宫还有黑衣人？你可恶啊，这火狐竟敢私闯皇宫！朕现在就带着御林军把他抓出来。皇上，皇上除了要提防火狐之外，微臣斗胆请皇上还要提防玉凤公主。你是说玉凤有可能就是黑衣人？是。皇上，皇宫戒备森严，普通人绝对无法进出。雁门关一战，火狐的功力大失，他要进出皇宫绝没那么简单，所以微臣才敢大胆推测。照这么看来，朕要好好想个办法救出假公主。
什么人？是我。你怎么会来这儿？也不待在皇宫里，万一皇上跟皇后找不到你，是会起疑心的。可是李琦跟他爹现在还被关在大牢里，我一定要想办法救出他们。你为了李琦就私自出宫，完全不考虑自己的安危。我已经管不了这么多了。十天内，刘伯温要是没办法帮他们父子平反，那么李琦就死定了。密谋造反是要抄家灭族的，到时候连你也帮不上李琦，那么我跟李琦不就……先不要着急，不要一下子就乱了阵脚。我在想，既然火狐已经无法施展他的念力了，他要如何控制李琦呢？莫非他根本就没疯，我们都给他骗了？那现在该怎么办？舅舅，你一定要想办法救李琦。要救李琦，就一定要先抓到火狐，否则就算神仙下凡也救不了他们父子。可是火狐要是没疯，他要是被抓到的话，那我们的计划不就很有可能被他泄露出去？舅舅，你快想想办法，十天的时间一眨眼就到了。另外还有那个小泥鳅，我怎么看都看不顺眼。你没看到李琦那么心疼他的样子，这个人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消失在我的眼前？女孩子的嫉妒心真是会要人命，恐怖。小泥鳅的事情你放心，舅舅已经有了万全之计，我们可以利用李琦的事情来陷害小泥鳅。这个借刀杀人的办法我的心里已经有数了，也不用担心。反倒我担心的是，火狐不晓得什么时候会出现，他如果出现就一定会影响你的安危，甚至会破坏我们辛苦所做的一切。所以现在最重要的是一定要在皇后的面前好好表现，尽量讨好她，一定要得到她完全的信任，知道吗？这我知道，不过听舅舅的，小不忍则乱大谋，也被小泥鳅的事情影响到了。其实小泥鳅跟李琦越是难分难舍，对你反而是更有利。还有在宫里进出的时候要特别的小心，像这样跑来找我，早晚会被人家发现。以后你如果想要见我，就拿一片牡丹花的花瓣插在皇宫走廊的那座灯前，我如果看到就会立刻到花园的假山跟你会面。牡丹，别再为了感情的事情乱了自己的分寸，舅舅看这样也很心疼的。好好的回去服侍皇后，李琦的事情自然会有转圜的空间。嗯，那我先回去了。这牡丹情毒种得太深了，要是一个不小心，很可能就会坏了我的大事。想起写你一条路，你予阮感觉这幸福，今日又何苦？对阮的情不知保护，放阮的爱又伫变苦，等你的心又在寂寞。找无边步，你也无关心，你也无安慰，看阮目屎哪落雨，为你人生变甲乎你糊涂。今仔日阮在街路，看见恁两人这快乐，深深看在阮。想起写你一条路，你予阮感觉这幸福，今日又何？